你知我知大家知，相信你们都看过我们几个影片了吧，多数都是分享着我们的生活，一些可能我们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给你们分享我们用的心得。那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正式介绍我们两个哦，所以你知道都是我们是夫妻关系啊，我本身呢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新山人。其实在我们身边真的有蛮多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是结为夫妻的关系，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长期的距离，太靠近了啦，对，所以生活都差不多一样，吃喝玩乐都一样了，所以也有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会来这里做工，所以其实是蛮容易遇到的。那我们其实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这次的疫情，我们也不能够进去马来西亚了，对，所以真的是会造成很多不便。你来分享一下对你的不便是什么？分享啊。什么不便啊？就是不能到马来西亚探望父母咯，还有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产品啊，这些便宜的东西啦。因为新加坡有些东西都是会稍微比较贵一点，因为兑换率的关系嘛。可能因为我们之前都很常进去消费啊，因为有驾车，所以我们就会进去的时候就会顺便打油啊，买一些日常用品啊，吃的用的，吃的玩的，就是怎样都会省蛮多的啦。就小小的一个，可能长周末还是放学校放假，可能没有说想要搭飞机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就是过去马来西亚，甚至来我很喜欢去哪里环岛旅行，就是可以去到吉隆坡啊、怡保啊、槟城啊，就是很多不同的他们的城市。对，其实蛮好玩的。对，真的，其实还有个地方我没有去，就像他所讲的，因为有他的爸爸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不能回去探望。我们也有其他的很亲密的家人，好像家人朋友也是在马来西亚，就但是就不能够见面。其实我们还在想，到底里面的华人世界还可不可以回去？其实希望应该很渺茫，应该是很难的，真的是有点渺茫。所以当然是希望健康最重要了。对，好像。虽然这些是，因为以消费来讲，对，真的是可能少了一点点的节省啊。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就是政府给的那些方针啊，就是去遵守了，这样大家都会过得安心。最重要要自律了，自律很重要。对，不要说因为怕罚款才戴口罩。当然罚款是要给那些真的是很所谓很stubborn很固执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啊，就很像你开车，你不可能把安全带是为了不要罚款，你把安全带是为了安全，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样的道理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样一起自律，然后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怎么去抗疫了。所以抗疫这个病情不是抗疫，哎呦我的妈！就是为抗疫。OK， 讲到另外一个事情是，现在很多公司老板啊这些，其实他们是很关心员工的怎么讲健康啊，跟一些 well being 的东西啦。好像我的公司就那时候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分发给我们免费的口罩，就其实真的很感动，因为他们是每家每户的去。不是吧，每个员工的公司派一盒口罩，就是我蛮惊讶的，就觉得说所以每个公司对自己的员工本身都会给予不同的关心啦，对，用不同的方式给予关心啦。好像我的据我所知，我姐姐那时候就是一开始要在家上班的时候，那公司就有讲 OK 有一笔钱，然后让你们去买好像在家里该要买的一些好像电脑视频桌子啊椅子啊，就是让你能够好好的在家里办公，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些已经可以让你很舒适的在家里办公的用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举动。那你的公司呢？
我的公司就是给了我们这个惊喜啊，惊喜啊，真的是惊喜，这个叫做不是国庆礼包，就是惊喜礼包，这次要开箱是惊喜礼盒啊，惊喜礼盒，这个盒子出现在家门外，因为 OK 我让大家知道，虽然疫情很多人在家里上班，可是我的老公其实就算疫情开始，他还是得继续回去他的公司上班，因为他们是制造，做的制造是医药厂这样子，对，医药厂去打针，医生打了针，对，所以其实你能想象，其实这个时候是更需要这些用品的，是不可能停止的，不可能他们能够在家里上班，所以他们是所谓的 essential worker， 就是不能够没有他们的啦，所以他们还是得继续每天就是还要出门去上班回家。所以你帮忙介绍这个 OK 哇哦，真的是这里有张卡片，其实就是要感谢艰难的时候还是很用心的付出去贡献在他们的时间贡献给公司啦，所以其实他公司是很非常感激他们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才会想要把这个礼盒给他们的员工。然后呢，其实他们里面总共有13样东西，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样好不好。第一样是 personalized mask case， 这个是好像 additional， 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这个是不在那个不在这个 name list， 不在那个产品的 list 里面了。对对对，这个是那个口罩这样折叠式，这样放着，然后折叠起来，放进你的包包啊，还是口袋啊都可以。对对对，看这里他们还有多数放一袋了，还有放那个员工的名字，还有这个就是那个放 master case 那个，因为现在我也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我的包包里面都会放多几个口罩，有时候我真的是走到电梯里面，突然间有人走进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没有戴口罩。我看到别人没有戴口罩的时候，有时候我还主动的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没有戴啊？我可以来拿给你，因为我是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忘记啊，而不是故意的。第二样呢是那个 reusable soft cotton mask， 能够重新使用的。这个其实新加坡国庆日的时候啊，或者是疫情开始的好几个阶段到现在都已经分了，这个可以洗，对，对吗？他这边只是有交代说好像说或者是不能洗了，他有一个那个 fill 的哦，其实也可以自己买来放一些。然后第三样呢是 anti spill 毛巾吧，这个啊水壶，这其实是一起的啦，我看也是。哦，这个是那个水壶。它就是。它这个刚才我发现。它是不会动。它说，它不会，对，它就说 anti spill， 就是稍微这样撞到了，它也不会掉下来。所以你再按多一次，它就起来。然后这个呢是那个 handle 水壶的 handle， 对。不错哎，就可以这样带出门。当然还有公司的杯子。漂亮，黑色。Lemon and Ginger Tea， 这个 Tesco 牌子让我想到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很多这个 Tesco 的 supermarket。可是其实，在 NTUC 也看到很多 Tesco 的产品，可是他们有 link 啊，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扩展他们的东西都蛮不错的。这个 Tesco 的牌子就价钱稍微便宜，可是质地也是不错。这个是 Tea 是吗？这还没有开来的话，这是茶包，这是 Lemon and Ginger。要 relax 的时候可以泡杯茶来，会买这些东西来喝的哦。其实我们很少会买，有就试试看喽。第五样是 Starbucks Cafe Latte Pre， 大家听到 Starbucks 这个词就觉得是什么高档咖啡啊？高档咖啡，我们也不常啦，不常买，偶尔我会买。最近我女儿是整天讲我要喝 Starbucks， 那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那种。OK， 但是要泡，这个就是自己在家里泡来喝。有空泡来喝喝吧。好，这个你不喝咖啡，我喝，就是我的。OK， 但是防水袋，最好的时候是拿去哪里用？游泳啊，游泳的时候用，因为防水。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学游泳的时候也是带着这种包包去的，防水包啦这种。我
好像游泳其实好像也是能会传染的。对，其实都有可能吧，我也不是清楚。对，那个可以以后再该去游泳。哦，就是有一个比例多多标志嘛。哦，对，这 cloth 就是 microfiber 高纤维的。做上在海产品的。我还以为是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拿来，这是怎么拿来消毒？我还以为先地待着来的嘞，不是这么。它其实是多用途的消毒水。所以其实好像可能你可以把家里的一些桌子啊，还是baby chair啊，还是太大款了，其实带出去抹东西可能倒在一个小罐可以带进去，它可以放这个，可以用喷的，可以拿来抹我们那个 baby stroller Amazing Grace Mix Nuts。 图片好像只有三包，这边有给到四包嘞，可能他看我太可爱了，太可爱花生类的啦，这种烂的东西。看看 coconut， 对，这个 coconut 卡牙都是吃的。有 M&M 巧克力，巧克力可以给弟弟吃喽。我们那个最小的弟弟他叫 Sky， 他其实蛮挑食的，很多东西他没有吃过的话，他是不要的。看尝试都不想尝试，可能他也是不吃的。他最喜欢吃的是苹果，他最喜欢吃果是苹果。其他水果他都不要吃。Apple crisp， Nature Valley Apple crisp， 蛮好吃的。不是我们去买，不会买东西，也不会买这些来吃哦。啊，没有那么的健康。哦，鸡精，不同口味的鸡精啊。一样，放不进啊，好了，两盒还想吃吗？马路加 honey travel pack 啊，是蜜糖 travel pack， 就是啊，就可以，里面应该是一小哦，还有这样的东西哦，应该是对，新西兰的 honey， 新西兰的蜜蜂，没有不受污染的地方吗？他们采蜜哦，都是要比较、哦、在那里养啊、那个，养蜂就比较好。最后就是那个 yogurt energy 吧，啊 yogurt， 它叫 yogurt 那牌子。都是说白了的，草莓口味。最后还有这个，好吃，是 Q 拉玛啦。里面会有一些商品，有一些折扣啦，折扣。哦、如果你 你喜欢的产品啊，你就可以去购物咯，有折扣咯。要 scan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了。好了，对，都非常感谢一些阿明公司都会。不同的方式去关心员工，去关怀员工度过这样的疫情当中。对，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啦，不然会真的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啊、真的。对，对，或许大家其实也渐渐习惯了、就是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勤劳的洗手，就觉得其实戴口罩也不是不方便，说会变成它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哦。对，以后口罩可能会演变更多，我觉得会更多花样，可能新年会有一个恭喜发财的口罩。哎，明年是牛吗？像我看应该会有很多那种金牛啊、喜牛，再跑水牛啊，我应该会很多奇奇怪怪的好看可爱的口罩应该会出现，应该会啦，这是肯定的啦，跑不掉啊，让商家头脑过转很快的，对，基本上十二月只要结婚了就。看结婚，新郎新娘都会想要带一些，就是配合自己穿的礼服啊，或者加礼服的口罩啊，配合了一样。所以现在是变成它是一种饰品，你要懂得怎么去，会想到怎么要配搭。配搭自己，配搭你前提是有吃肉真的有关系。当然，普通的一个颜色白色啊，这些其实就很容易配搭啦。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更多花巧，其实真的。其实网上很多人有卖啊，就是不同的，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案啊，不同的布料，然后来做你自己喜欢的口罩。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记得喜欢我们的频道就记得订阅、分享还有按赞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拜拜。